哎，那你就用吧。好，谢谢。啊！为我们双方毕业了。来，中了这个。那有几个意思啊？那就讲是到我知道我大概哪天去啊？我不知道我们几个意思啊？我说不能告诉你不能，你是被你们这个娱乐组织给要的。老师，你帮他聊聊。啊，聊聊问题。那他做过什么？要考门第，那你说要读的。要考门第，那我那意思就里面的猫，你不说必须要出来让考的，就没事把那方面不来嘛，考了让第二出来。啊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的要出去了吧？六十分不是那，两个就是那种的。老师，老师有病了。哈哈，那我这一下吧，要我把分外挣的那少少分给挣够。那是咱们打，那是干啥的了？来。我都没人讲，因为你那行，俺们比那混的都没都点饭吃，反正不吃一份，但是没你们，俺们这天混的都没包的好米吃，要么就给你搞饭，啥都叫你，那这里叫点点吃，就给你搞弄，所以一个把出来第二人，听你就听得了嘛，搞吃，到饭吃，弄得可能也是要了，搞点到我到一天你们也要了。Thank you.